咱就要甲咱的学员甲感谢做侪遐多人水啊所，啊经过一冬煮，咱要咱保守咱的，咱真正咱学员，咱是一个民族，咱是煮保守叫咱的学员，就是困境艰难，咱嘛要来学咱的水啊所。咱为咱一冬内底煮叫咱天气学员，还有咱拄着苦难、拄着困境，咱拢天气学员。咱是为着苦难的学员，是为苦难内底煮要拯救咱的学员的水啊所。阿妹，阿妹就来学了。嘿，真感恩的心，规定的几人难相。
主啊，愿你的平安守住，在你的面前才会正听你。
愿你的平安甲众兄弟姊妹三个同在，愿将下面的时间对头到尾，愿你来保守，愿你来圣化，听你的话人拢受感动，予今仔日骨质的人搁较加添，予骨质的人伫你的面前得上帝你的恩典满满。但愿伫你的面前甘心献上感谢，祈祷靠主耶稣名，阿门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咱要看16-17节。新约的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16-17节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三章16-17节。听着，咱兄弟三个来看，我来共读上帝的话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子赏赐世间，予见那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伊疼世间到安尼，因为上帝差子入世间，毋是要审判世间，是要予世间对伊得到救。咱阁来看第二位的经节，记载伫罗马人书，罗马书第五章，第五章，咱要看第16-18节。罗马书第五章第16-18节，咱三个来看。因为咱犹有软弱的时，基督到期替有罪人死，因为替义人死的恶得有，替好人死的兼差有人干。那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人。因为咱犹有做罪人的时，基督已经替咱死。以上，请得咱请咱德恩传道。